三观上的反应是题，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择偶标准很高的三个星座。处女座要长得帅气，还要有能力。狮子座，狮子座女生属于争强好胜的类型，凡事都要争第一。狮子座的这些性格也注定了狮子座女生不凡的名声。校园中的学霸直冲省的第一，但这么优秀的狮子座女生是没有男生敢追，毕竟这么争强好胜的狮子座，在择偶标准上也不会比别人低。摩羯座，摩羯座女生踏实沉稳。八字算命术，雅称八字命理，是基于生辰八字推断的一门占卜术。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理21年的道长，擅长八字算命，居家风水灵符法师，道长微信2088-2988。